我觉得教授在演这个角非常好。对呀、啊，行，你得拿着你今年学习去的这点魄力，别留了，你都过来吧。你给你给徐子豪还那个起个榜样作用呢。你刚才走了，边上都在你。我跟你说，人长得帅不在于发型，真的。你你高一入学的时候，你就是这发型，就是这个圆头土豆头。走走走，别看我，别看，行了行了，你走过去，哎，军训剪了，你剪过去没有？这我都没剪出来。因为我去了，我也去了。那我记得他我剪的比你还长呢，剪完之后还呵呵。你留着吧，你染的黑了啊？对，我没剪。我也没见过呀，他留过留过，给他拉出去，好、哦、拉出去剪的是吗？军训时候拉出去，我没去过，那回没我，没他，高一我不去了，刚见的是头特别长，他，他剪过这个头，他头特别特别长，没有我刚进来的，这我剪过大鼻子，你看，你看人照我这样做怎么大，心理斗争，挺好，你刚才别让我看镜子。比谁都好看啊！你俩，我跟你说，照我身上，你那个小伙长得那么帅，一发脸都出来，你整个头发几个尖儿，你一个人换干嘛呀？哎、高也没干两回头发，你妈非得长两米二啊？我刚才头发没盖脸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还掉眼泪了。你帮人陪着你，那就别别两块臭啊！啊，失去了，失去了，没关系。你演，你演，你演，他还是不敢上。所以你就是说，这孩子没多花钱，三十多花。我帮你交一块呢。我两块。就是你给我才花五块钱，说什么呀你？这人，你家那边两块钱。我头条里面，瞧你是老大爷，你瞧你老大爷啊，你家老大爷吧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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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都得吓死我了，对啊，还行。